吃完饭想同仔仔一起睇套卡通片，喺 Smart Home 嘅手机 App 一按预设嘅电影模式，屋企就即刻变成私人影院。够钟同仔仔翻房瞓觉，用 Smart Home 嘅手机 App 就可以调校好冷气温度、遥控窗帘，仲可以熄埋房灯添，方便又简单。Smart Home 轻松启动智能生活。